可思议，对吧？是可思议家吗？哦，商家备注说是易碎品，确认无损伤之后才能签收。麻烦您拆一下。这个，你看见了吗？你就看见了呀。这个吧，都好，你喜欢就好。许大帅哥送你的花盆，以后呢，他也会像我一样爱你，你就要努力的活下去，长得枝繁叶茂。